今天吃的是这个蛋糕卷，还有这个是炒面，新洲炒面，还有粽子。那个黑色的这里感觉像蛋卷碎，椰子的雪碧。
有四个粽子，乌饭、腊肠、腊肉两个豆沙。我先吃这个，没吃过这种。我还是感觉这个酒味好重哦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甜的。